好快又到我哋第三個節目啊！有冇氣橋啊？你哋第三個節目係乜嘢啊？係啦，我哋請到阿香姐遠道喺澳洲翻嚟，同我哋演出第三個節目。咁啊，係一首雙平喉嘅歌《合冰破曹》。咁阿香姐係飾演。他演得非常之好的孔明，那我們也請到我們香港的台柱鄧佩金小姐為我們飾演周瑜，我們有請李鳳聲小姐、鄧佩金小姐為我們演出《合冰破曹》，有請兩位。Some may fall
成意思前身好待他前来探访啊去家去吧呀我要去用的鸡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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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鸡苦恋痛的脸竟也无一方好方好方向的野营这来半天我身来为令他将心的丧供紧他道我才散的我又恨我应父有两方明知他意
芬芳时候，都督那种佢揸兵啊，内女又问啊，将千计换得个别人，但换娘依我揸，有咩何妨？都别讲笑啊，公公做波啊，娘我忙问啊问知否？为钱一弄啊，无定啊，想必是一路啊，成定再心咩何看心病啊煎熬，但佢疏未必一样知今啊老，竟无何看无可奈心弱。Yeah.
恨孔明，他人超人的智慧，真令我寝食难安。知己随妖道，少女暗藏刀。先生，真令我仰慕先生，你才识啊！了君命，欲求全愈，且助我开方。当中十六字，把我若到便回春，倘若保灵。红那边，怎么呀？愿担成罪作。紧劲啊！
曹你功居受啊！哎呀，一念到生灵涂炭，我便醉呀！然后便了尽功挫，谭台啊满布伏兵，谋将你夺为玉将，我誓随此心腹大患，大丈夫应有狠毒的心马枪，哈哈。謝謝，好多謝你師傅，因為我昨晚才回來，他真的很好，沒有跟我對過歌，好多謝你師傅，真的，再次希望你，八尺竿頭更進一步對那些歌，他是業餘的，真的業餘，我們真的沒有對過，很好，香姐不用操作。